地狱团小分队准备起飞。在社交媒体短视频盛行的时代，推广旅游不再局限于平面文字和图片，星驰旅游推出了创新的翻转海南岛打卡之旅，以网红短视频打造品牌形象。这次行程邀请了逾20位来自 Nonfiction Malaysia 网红市场营销公司的大码网红参与。这些网红在本地社交媒体上拥有大量粉丝和人气，擅长制作流量短视频。他们包括炸鱼、炸肉、地狱旅行团、Akiao、快券、墨奇、酸菜、黑皮羊、Dan Slim Min、Lin Bikyong、Nikki、Uncle Oriental 夫妻、Alvin 拉摩、翻转大马吃喝玩乐博主以及贪吃哥。星驰旅游创始人孙永新希望，这次翻转海南岛之旅以新颖方式展示海南岛的魅力，不仅吸引更多年轻游客关注，还通过独特的创意短视频和网络魅力，将海南岛打造成热门打卡地，改变人们对海南岛传统旅游形象的看法。